纯真，他都会这样，木可水是会这样，像王子是吧？我今天是蛋糕小慧，但我今天不是来吃甜点的，是要来拍特训计划的。好，那喜欢我的朋友们呢，别忘记要订阅小慧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跟 IG 哦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哎，大家好，那等一下去挑战的食材呢是亲子粽。在2021年的女王赛的初赛中呢，魔女菅原小姐在45分钟内吃下了7.6公斤呢，你看是有够厉害，够恐怖嘞。那等一下呢，看我究竟可以吃多少，现在就在去的路上 ，Go Go！ 走到了，今天要挑战的是在日本很有名的定食店，叫做明生鲜。它的餐点很多哦，不管是烤鱼、冻饭、猪排都有，很适合跟亲友一起来。但我今天要挑战 ，Go！ 呼呼呼！现在我桌上有4样套餐，等一下我就会挑战这个亲子粽。如果大家想来吃的话，一般都会附汤跟置物，可是这些等一下就没有纳入挑战范围内。然后还有其他的餐点，我们就麻烦店员帮我们介绍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名古屋蛮贵定食，那第一种吃法可以先吃它的原味，第二种吃法可以搭配芥末葱花，那第三种吃法这边是和风高汤，可以像茶泡饭那样倒进来吃。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南蛮炸鸡定食，这边的话是我们豪华煮定食，哇，它内容物的话有猪排、炸虾跟肉片。希望等一下我挑战完之后呢，还吃得下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开始挑战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始，但我今天呢，因为我很少用30分钟进行训练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用30分钟内看我可以吃多少公斤的亲子粽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。这一颗丢不？丢丢。这一颗。对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好啊，开动了。加油。好，可以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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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道很好吃耶。干嘛的？阿胖。亲子粽是以日本就是传统四角形的漆器的饭盒粽成装，冻饭的话其实是方便使用，那用粽成装的话就会比较有正式的那种感觉。哦，那亲子粽的由来是什么呢？那亲子在日文里面就是父母跟小孩的意思，就是亲鸡肉代表父母，然后鸡蛋代表小孩。亲子粽这个名字就是也可以延伸到其他包含鱼肉或是鱼软的料理，就像是鲑鱼亲子冻这样。那如果说，譬如说在北海道听到亲子冻的话，很多人都会想到是鲑鱼亲子冻。真的一盘，好，谢谢。那请问一下，你们有看过小慧的挑战影片吗？有。就看她吃，就觉得很厉害，对，很疗愈。然后我们也有同事是小慧的粉丝，今天有没有来？对，今天很可惜他没有来。哎呀，对，可惜。但他觉得小慧很可爱。对。那你觉得小慧今天可以吃几盘？照这个速度，看起来好像可以吃到20碗吧。请下一盘，好，谢谢。饭跟鸡肉超绝配。
谢谢。哦，我很喜欢亲子粽上面那个半熟蛋，吃起来很骨溜的感觉。现在吃完1.4公斤。调味我很喜欢，天天天选的酱料算是我们自己特制的，所以是应该外面吃不太到的。是不是其实亲子冻的调味跟寿喜烧差不多，都酱油跟糖，会有一些比例上的差别啊。像我们的寿喜烧酱油会再稍微更重一点，它整体味道会更重一点。哦，你看一盘那个亲子冻的话，会有一点点和风高汤在。我在学海老爷。你在吃到鸡东西吗？还好，只是要多学学其他人。第一次看到大胃王这样吃，心里有什么感想？太强了，也吃很干净，很棒。对，爱心时间，对，好。到第五盒，这就是2.3公斤。感恩，谢谢。目前速度都没有变慢哦。好。好，很棒哦，很棒哦。嗯，节奏感也出来哦。嗯，还有人加入。哇，好多眼睛哦！帮你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然后时间过12分多，好，谢谢。吃了6盒，总共2850公克，就是2.85公斤。小林真，我在说日本的。现在是在模仿节目吗？他都会这样。那你觉得这一点对吧？有。宁可死就会这样。他就这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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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哈哈哈哈哈，一样就好了。他们是比较偏正常人吃法。嗯。俄罗斯。啊。他们炸手炸手心。另一碗。哦。感恩。14分半左右。好，然后小慧吃了7盒，总共3325克。嗯，学他，你在学什么？海老员，他好厉害。将近17分钟，小慧吃完8盒，总共3.8公斤。好的，动一动。
应该会可以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吃到第九，吃完第九盒，重量是4.275。还剩10分30秒。跳个20秒，小铃铛都这样，然后开始抖，转腰开始抖，抖，这样抖，下背，不是，阿背是这样，外单弓嘛，好。我吃饱会像怀孕7-8个月哦。不要自己 Q， 自己 Q 要怎样？这鸡肉真的好嫩哦，两枚几下就下去了。吃嫩对你来说是好吗？很好，加上美妙的鸡蛋。水也用太多，对不对？现在只喝了1瓶。那爱理解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。怎么还跑？剩下6分40秒，小慧吃了10盒，总共4.75公斤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我天哪，那个海老人真的是好厉害，他这个吃法真的很可以。这个姿势很好。就是一直摇晃来摇晃去。可以让身体吃更多。哇，好。他说我在动，我在动。可是脑袋要一直说，我还好饿。哦，脑袋给自己的指令就是好饿，我现在好饿。然后让自己打嗝。打嗝了。哦，好多了，我会加油，吃完这一盒就5公斤了。我觉得站起来还是有用的。倒数3分钟，小慧已经吃完11盒，总共5225公克。哎，可以啦，安啦，没啦，赞啦。很不正常，你第一次在影院有这样晃，而且超晃的。给你力量，没错，谢谢，干杯啦！最后30秒，好，解决它，20秒，好。
谢谢大家给我鼓励。上次大阪烧的记录是5539公克，然后小慧今天吃了12盒，所以总共是5.7公斤。哇，不错，好厉害哦，好开心哦。差点装作没有笑，被笑到，觉得很开心。莫名莫没有没有需要模仿，莫名的哎，怎么在吃饭的时候竟然可以模仿得出来？看太多遍了。好，那今天的亲子粽的挑战呢，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破我自己的那个固体食物的记录，像以前的液体啊，我大概就是15分钟以内。6公斤是 OK 的，可是固体的话就一直卡在4公斤多或者是5公斤那边。然后今天成功突破5公斤，然后也尝到了非常好吃的亲子粽的美食。那个蛋跟那个鸡真的是很嫩哎，我真的很喜欢很嫩的东西，搭上白米饭真的会让人家忍不住一口扒一口。但是非常谢谢今天大家的收看，也很感谢大家给我的加油打气，谢谢。然后。特训计划呢，也会再继续让自己更加的进步的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，大家拜拜，爱大家。现在到底要怎么付你的伙食费？哎嘿，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你吃完这个就可以了。我已经吃完一盘了。对。那接下来就是跟他吃完30分钟，还意犹未尽，还有刚刚前面介绍的，那我就把它慢慢吃完，这次就不能真的跟大家拜拜了，开心。